老鹰躲猫猫，这是我是老鹰，不过我不打算当老鹰，看我直接利用装扮伪装成人类，嘿嘿，这样就不会暴露啦。哎，奇怪，这路上怎么有喷漆？那是我喷的障眼法，目的就是为了诱导老鹰去错误的方向。老鹰那么笨，肯定会上当。敢说我笨，等下看我怎么教训你。那我就将计就计。哎，小辣，你不会就躲在这上面吧？怎么可能，都说了这是故意来骗老鹰的，我可是躲在这个地图最安全的地方水下，而且这里可以随时观察狼人的动向。啊，水下怎么能观察狼人？哦，原来是利用背视角可以卡位看到外面的动向。辣条，怎么还不躲？老鹰马上就要出来了，你就不怕被老鹰一口吃掉吗？当然怕呀，我这不是在找无敌点位吗？小辣，快透露一下你躲哪里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切，无敌点位当然是一个人躲才安全，我才不告诉你呢。哼，不告诉我那我就自己找。难道小辣躲在老鹰家？从这边可以跑过来到老鹰家，臭小辣你死定了。来，让我看看。哎，人呢？哈哈，这辣条，我可没有躲在狼人老家，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清楚的，你也太天真了吧。啊，小辣，你不是躲在水里吗？怎么能看见我这里的？哈哈，你管我啊。我知道你在哪了。嘿嘿，臭小辣，找到你了。我去，臭辣条，是怎么发现我的？这还不简单，在你最开始说你躲在水里的时候，我就怀疑这水里虽然可以利用背视角观看外面，但是狼人家的位置却被树挡住了。观看狼人家的位置只有在树上，恰巧你最开始的喷漆就是喷泉的位置，种种迹象表明你就是躲在树上。好一个叠中叠啊。可恶，小强，你的老狐狸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不得不说，小辣，你有点东西，不过东西不多，两个人躲在这里，狼人一下就不就发现了。要不是你跑过来，我躲在这里正好。算了，我还是带你去过一个无敌点位吧。我们直接来到大电视这里，这边有个小洞，里面有张椅子，我们只需要点击椅子就能瞬移到一个后花园。这里可是究极隐秘的无敌点位，躲在这里，老鹰要是还能找到我，我就吃奥利给。是吗？那你快吃吧。你完了！啊，我怎么变成老鹰？可恶，刷条，你竟然是老鹰！行了，没想到吧，我伪装成了人类。可恶，刷条，你个老奸巨猾的狐狸！不过前面的话你听错了，我说你要是能找到我，我就扣你下个月零花钱。什么？臭蛇了，你坑我！